八月十五是中秋，日月饼，听歌唱，听听丽莎，老子，阿布拉罕，掉能救你，李伟雄 ，Eric Lee， 个老母陈豪，个丑化系亚，尼斗烂坦，含家产念埋，中华民国六十六年九月十九号，礼拜一。新加坡个跳槽系丽莎出个张月亮亮会上曲嘅唱片告白做乜撚嘢呀，系石叻卖四扣半波子卖嚟香港要收西子十五蚊咁撚啫用，不如听够返过撚咗几个月后水长流歌后因手而跳后系翻唱呢隻口水歌，睇下边撚个唱得好啲呀啦。你真好看。